治疗淋巴瘤大概需要多少费用？那么我们知道淋巴瘤呢，它是一大类的肿瘤。那么根据最新的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呢，淋巴瘤可以分为一百多种亚型。那不同的亚型之间呢，它的恶性程度不同，疾病进展情况不同，发病机制不同，它的治疗方案也不同。那么这种不同的治疗方案带来的费用呢，也是不相同的。那么就最常见的我们的淋巴瘤，就是占到我们淋巴瘤三分之一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来讲，那么它主要是以化疗为主。一般来讲，对于弥漫大 B 淋巴瘤，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呢，需要进行六到八个周期的化疗。而这个化疗方案呢，一般我们现在在目前为止采用的是免疫化疗的方法，就是说使用靶向治疗联合化疗。那么一般我们常规的就使用美罗华加 CHOP 方案进行化疗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它的治疗费用呢，就是主要是一个药物的费用。美罗华现在已经进医保了，在进医保之前呢，费用是比较高的，一个疗程就需要两万多块钱。现在进了医保，那么可以极大的缓解病人的经济情况。而 CHOP 方案就是我们的化疗方案，其实它的药物并不贵的。所以说整个下来，那么就以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为例来讲，那么它一个疗程大概需要患者自己支付的费用可能也就在几千块钱。那么六到八个疗程，那么算下来大家可以算一下，也就是四到五万块钱就可以完成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这种最常见的淋巴瘤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费用。